行行。原来是叶耀宁。我们到处找你，你在干嘛？这里是荒郊野外，你能不能有点安全意识？幸好今天是我找到了你。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的呀。来什么？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事？我没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乱跑的话，我可不来找你了。你还在笑？受不了！但我没想到，原来你胆子这么大。今天要是其他人来到这里，我看早就吓死了。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，你是不是傻？哭了，好了，是我的错，我刚才就是太着急来找你，我一路上可能有些冲动，不然我让你戳一下，多疼都行，来你戳。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天是不是要黑了？我们赶快走吧。你应该记得回去的路吧。我有点着急来找你，我忘了怎么回去了。你也不记得回去的路了？那完了，那我们就是两个傻子，住这儿吧。你觉得我有可能忘了吗？我刚刚就算很着急来，我也会记得回去的路，好吗？往那儿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觉得这儿特别美吗？来都来了，你不能白来一趟，我们照个相吧。我都踩好点了，在这就可以把整个树都找到。什么表情？我一直都是这个表情。照相怎么能用这样的表情呢？照相要笑。如何能解开心跳爱情复杂的谜题，一百分默契冲进你心底，我不管终点四季时空变换的逻辑，一万次都只想和你相遇。爱奇艺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